当明星就该吃苦头，井柏然拼肌肉自曝长胖八斤，又是身材惹的祸。一向身材单薄的井柏然，这回为了在电影《黄飞鸿之英雄有梦》和肌肉型男彭于晏一拼高下，苦练肌肉，以一个星期长胖八斤的节奏冲刺，就是不想输得太难看。因为我进了组之后长了八斤，因为每天导演吩咐说要除了就是基本的一些练功啊或是塑身之后，每天要吃六顿饭，对，所以我很快的进了组，没一个星期就长了八斤。可是这么短时间内就要练就好身材，和体脂肪只有3%的彭于晏比拼，这应该很辛苦吧。肯定跟之前比身体的轮廓出来了，反正就是腹肌没有比他少，其他的就不聊了。翻天综合报道。